二明，哎，自己夹菜啊，别客气。哎，夹菜啊。行。老公，咱家那个马桶不是快好几天了吗？我找了个人修，问了将近150，你看看你那边找不找得到便宜点的？我问问一会儿。小哥，花那钱干啥？我给你修，我会修，不要钱，免费的。你会修马桶？来，媳妇儿，我给你修。哎呀，挺好，那行，我就先谢了啊。这样，媳妇儿，你去拿瓶好酒。好酒？我柜子里的呢。啊，去去去，啊。那就不喝这个啊。哎呀，我怎么知道？酒。这个，小子啊，我就给你修个马桶，你喝这么贵的酒啊？要是不说你人缘好的，不是，媳妇儿，我这个酒啊，我也是第一次喝。哎呀，先给你满上啊！快快快快走！谢谢啊。要帮忙吗，阿明？没有没有，那个电钻买来了吗？买来了买来了。啊，来了来了，这儿。你小心点啊。电钻300。哥，今天修不好，明天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修好，多带点工具，好吧？没修好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啊，行行。啊。哎，你没事，要不换件衣服？没事，回来。谢谢阿明。你看你干的啥事儿啊？这酒加电钻3000都花了，马桶还没修好，这还不如开始找个专业的150修了。哎呀，阿明都是朋友，你自己找人，我不管。啊，行行行，我找专业的。哎，请派一个师傅过来啊，是150吗？好，行。哎，好嘞。来了来了。怎么是你啊，小明？楚哥，我都说了，明天来我免费给你修好。你打公司电话干什么？我现在搞得只能按流程了，修理费150，一分都不能少了还。哦，那没事没事，我谁修不是修是吧？怎么他呀？我这一个公司，哥，你这个马桶真的修不好了，你修的钱都给我买个新的了，你还不如直接买个新的得了。行了，你是专业的，你说了算。哎，那这个我就帮你丢了。行，我们平时帮人家丢马桶就是100，我俩朋友嘛，手里80。谢谢啊。哎呀，客气什么，我们都是朋友嘛。搭把手。慢点。快点。谢谢啊！你看看你，这又多花了230，马桶还没修好，还得买个新的。买什么新的？我不会买个二手的吗？我买个二手的不就找补回来了吗？是卖二手马桶的吗？啊，6点半小区，给我送一个二手马桶。来了。你买的二手马桶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买的。这，啊，来来来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来来来，在这边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？这不就是我那个马桶吗？就是你那个马桶啊！我一到公司就修好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们公司也做二手马桶业务啊。还有，我不是说让你买个新的吗？你买个二手的干什么？再说了，你买二手的，你找我啊，我那个修好不就给你了？你又打公司电话，那现在只能按流程来了，现在搞得800一分都不能少了还。谢谢啊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没事，我给你免安装费。安装还要钱啊？废话，什么不花钱？吼！这日子没法过，离婚！哎，媳妇，媳妇，修个马桶，把我给修了。陈翔6点半。